是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同胞了，杨春说和我祝你斑马中的喜事的。过了等关注我们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石头，这种各种长街道这不能从前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的。之前我不叫老祖老祖了，就是寻机了，想让三位把技术上百元的把他们找到的梦，我祝走这种各种长街道这不能从前不去下什么业务这边的。之前我不叫老祖了。苏然提出新纪录，新郎三位把酒说三百元的八档，坐到他们屋头坐着，这人个人站街道，这不能挣钱不接，像是你这街道，这钱我就拿走了。苏然提出新纪录，新郎三位把酒说三百元的八档，坐到他们屋头坐着，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石头，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石头，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石头，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石。我马红把真格的把马石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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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红把真格的把马石头。杰拉达江苏罗在边地，他说刚才那边在江苏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赶紧别人咋的说了，就等等广播家伙那样拉响咋了。那个楼主正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今年冬干就算是些人你记得个老王在那个老的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的这样等送这的接着你摸你落你接着都等着马人们在这等我的那个今年就在那等等你到这撒拼的送人等你走家这都是找知道是你眼睛道路门虽然讲不到样的的的最终的基金接着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着着你把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接得说娘姐见过走的你没想送你忙了见过我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这些将来想赞了。各位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讲座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的题目是如何提神我们的心力啊，一个这样子的题目。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样子的这个讲座，为什么这个讲座的题目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因为因为我们今天在座的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还没有学佛的，至少目前还没有学佛的人。但是呢，学佛的没有学佛的，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共通的共通的目标，共通的追求。那么这个共通的追求是什么呢？就是心服我们每一个人全人类或者是全生命他们的唯一的目标
就是希望找到这个幸福啊，希望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幸福的这个生活，但是这个幸福的生活啊，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怎么样啊？这个生活呢？那我们的这个方法啊，我们在这个之前的方法，有些方法是就达不到这样子的这个要求，满足不了我们的这种需求，那么我们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法？那比如说，在佛教的这个智慧啊，佛陀的人生智慧当中啊，我们能不能够找到一些这个方法啊？我想应该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方法呢不一定能够适合所有的人，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是适合这种方法啊，大部分的人用得上这种方法，那我们就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原因啊，就是这样子，首先我们这个首先要知道我们人是一个精神和物质的组合总合体，一个这样子，它不仅仅是一个精神，也不仅仅是一个这个物质，它是精神和这个肉体的组合体，所以我们人的生活也有两种不同的生活一个是物质生活另外一个就是精神生活，有两种不同的生活，但是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比较在乎的比较重视的是什么呢？就是物质生活，物质生活，我们非常很多的人的这个精神生活这方面呢就是可以说很多人都是极度的这个贫困这样子的贫穷这样子，有一本书的题目叫做《穷得只剩下钱》有一本这样子的书那么这个书的题目，我想很多人看起来这个书的题目就是有点怪怪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穷得只剩下钱有钱怎么会是穷呢穷怎么会有钱呢我们很多人可能有这种想法但是我觉得这个书的题目其实是对的它的意思就是说，在物质的这个生活，物质生活当中，它是一个富裕的它有钱它不是贫穷，它是富裕的但是除了物质生活以外，人还有一个生活，就是精神生活它虽然是这个物质生活当中在这个物质生活当中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一个很富裕的人，他还很有钱但是呢，从精神生活的角度讲他有可能，他完全是可以是一个很贫穷的人很贫穷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讲穷的只剩下钱就是说我贫穷是在这个精神生活当中是很贫穷的一个人物质生活当中从物质生活的角度来讲，我是一个富裕的人我是一个富裕的人，但是呢，我从精神的这个生活，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可以是一个很贫穷的人，这两个一点都不矛盾不矛盾的那么我们现在现代人，绝大多数的现代人心灵是非常的浮躁非常的浮躁在我们的精神上几乎很多人是没有什么东西的我们也不怎么去追求这些精神上的东西然后精神上的很多东西我们也被忽略了我们没有把它当做一回事我们更多的
是这个追求的是物质生活啊，这是我们几百年来啊，就至少三四百年来一直都是这样子啊，就是现在的这个现代文明啊，尤其是这个西方的现代文明给我们啊的这个啊给我们灌输的这个终点啊，几乎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西方的现代文明啊。啊，我们认为只要有钱就是幸福的，只要有钱就会有钱是这个富裕的，有钱是幸福的，但是20世纪、21世纪的这个我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面临了一个问题，大家都绝大多数的人就同样感觉到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啊，其实有钱也并不一定是幸福啊，为什么不幸福呢？因为精神的这个领域当中，在精神生活当中，我们缺乏了一些东西啊，缺乏了一些东西，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以后呢，虽然是有物质啊，从物质的角度讲很丰富的。有我们都有丰富的物质的生活，但是从精神生活角度讲缺乏了一些东西，缺乏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没有这个安全感没有满足感，虽然有物质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或者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它不能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也不能带来这个，尤其是不能带来这个满足感和幸福感，那这是什么原因？因为精神上就是缺少了一些东西那么精神上这个缺少的东西我们怎么样去怎么样去这个追求有没有什么方法呢这个有方法，这个是我们要把这个我们的精神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灵要提升要提升它的级别，我们现在更多的考虑的是什么呢？我们考虑的就是物质生活的这个升级的方法我们怎么样去升我们的车子的级别房子的级别，以及其他的这个用品生活用品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的级别我们一直都在升这些东西的级别，升级车子也就是升级从普通的车子到高级轿车然后呢住房也是从普通的这个公寓楼到还到最后这个别墅等等一直都在升级吃的穿的用的都在升级唯一的一个什么没有升级的是什么呢？我自己的心灵没有升级除了我的除了我的心灵以外所有的东西都升级了，所有东西都升级了。这就是说，所有的我们拥有的所有的物质物质都已经高于我们的心灵就是高于我们的心灵那这时候呢，我们的心灵跟这个物质物质的这个物质世界这两个失去了这个严重的失去了平衡严重的失去平衡这样子以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无形当中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我们的这个我们的心灵是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脆弱这个本来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但是呢，因为我们很多都是不是学心理学的也没有学过佛教的这个超级心理学，也没有学过这个西方心理学。我们这些，因为我们这个心灵这方面呢，我们考虑的不是很多，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忽略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意识或者我们的心灵。越依赖身外的东西越依赖物质它越会变得脆弱这个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本身是心灵意识应该是让它自己去训练让它自己变得一个比较坚强的
然后他变得坚强以后呢，然后这个坚强的心灵啊，强大的这个心灵再去面对物质世界啊，身外的一切的时候呢，啊，他是有能力面对这一切啊。这个时候呢，外在的这些东西啊，不能过度的这个影响到我们的心灵啊。这时候呢，我们的心灵啊是永远都就是高高在上啊，一直都在这个物质之上。嗯，这时候呢啊。贫穷的时候或者是富裕的时候都是啊，我们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这个心态啊，平稳的心态，比较稳定的心态。这个时候呢，有钱的时候也好，没有钱的时候也好啊，我们自身的感觉感受是什么呢啊，是这个啊比较平静的啊，比较平静，比较宁静啊，我们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平静的这种心态啊。这个当中，有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人的自由、自在、轻松、幸福、快乐啊。那没有钱的时候呢，同样的可以感觉到啊，这些啊，这个幸福，嗯，啊，但是我们。啊，这个我们的心灵啊，过度的依赖了物质生活以后啊，我们怕啊，以后看不起病啊，以后老了以后呢，没有人养啊，以后住不起房子呀，等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焦虑啊，各种各样的焦虑，就是因为没有极度的这个缺乏安全感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是去挣很多很多的钱啊。把所有的这个希望啊寄托在这个身外的东西这样上面，我们希望从中可以得到这个安全感，嗯。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发现啊，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越是这样子啊，越这样子，我们的心灵啊就是越会脆弱啊。那么它越脆弱啊，最后它根本就没有办法面对任何东西了啊，最后就是把它弄成一个这样子。嗯，啊，最后啊，就是一旦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不顺利的事情啊，比如说比如说这个工作、婚姻、家庭啊，或者是其他方面啊，发生了稍稍有一点点变化的时候呢，然后我受不了了啊，根本就这个内心呢，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东西，嗯。那么什么叫做没有办法面对呢？就是因为啊，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现实、现状啊，现状，嗯，现状的现实的变化啊，但是他虽然是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呢，现实的这个变化呢啊，他是要他自己的规律去变化啊，现状啊，现实，嗯。工作呀，刚才我们讲的工作呀，比如说家庭啊、婚姻啊，它的变化是不是由我们想变就变，不变就不变？但是它的变化是由它的因缘啊来决定啊，它的变化的方向，它的发展的方向是它自身的这个因缘来变化啊。那么它产生了这种变化的时候呢，我们的心灵是不希望有这种变化。啊，这个时候在这个中间呢，产生了一个负能量的一个这样子的心态，这个叫做不满啊，不满啊，我们对生命的不满足啊，对这个生活的不满啊，对自己的不满，对同事的不满，对家人的不满，对社会的不满啊，产生不满、不满足，嗯，然后。任何一个没有满足感的人是永远都不可能有幸福感，嗯，任何一个啊，有钱的没钱的啊，有权的没有权的啊，任何一个人只要是他没有这种满足感的话，那么他是绝对就不会有幸福感，嗯，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发现这个啊，这个道理啊，这个。没有发现这个道理，我们比如说啊，我们很多今天在做的
这个人当中有很多都是肯定是这个学历方面是很高的啊，这个是有可能。但是我们学的是什么呢？啊，就是树梨花灯外面的物质它是怎么样变化，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学这个啊，很少人去考虑我自己的啊这个意识或者是心态啊，怎么样去管理我的情绪，怎么样去提升我自己的心灵的级别，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去学这个东西啊，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的变化的方向和它的这个变化的这个规律，它本来就是有一种有一种这个规律啊啊，比如说外在的这个自然界啊，它的变化也是有规律的，有自然的规律啊。那我们的内心世界也是一样，它的变化，无论是它往好的方面变，或者是往不好的方向变，都是有一种规律。但是这个规律我们没有掌握好，为什么呢？我们不怎么在乎这个啊心灵的东西。我们以为啊，只要有更多的，只要我们累积了更多的物质财富的话，那么精神啊，它就有一种寄托了啊。那么有了这个寄托以后呢，这些物质的东西一定会给它带来啊安全感和幸福感，这是我们的观点啊。但是恰恰相反，不是，事实就不是这样子了啊。越依赖这些东西啊，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我们去就是这拼命的去赚钱，累积了更多的物质财富来啊，这个作为这个精神的这个寄托的时候呢啊，然后精神在这个物质当中没有，不但是没有得到啊安全感，反而它越来越脆弱，越来越脆弱，最后它啊没有办法面对任何一个啊这个变化啊。但是这些变化是非常无情的，非常残酷的啊，它不会啊跟着我们的要求变啊，它不会我们希望怎么变它怎么变，它不可能的。它是外在的这些东西啊，它为什么这么变，它是有自己的音乐啊，它的怎么样的变，它的发展的方向不是以我们的要求来决定，而是它自身的因缘来决定。嗯，那么它比如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我们衰老啊，不希望我们生病。嗯，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会衰老的，一定会生病的。为什么呢？生病和衰老不是以我们的要求去决定它的这个它的变化，而是它自身的这个原因因缘来决定啊。但是我们不接受这个事实呀，我们不接受，我们一直都他这个比如说感情婚姻啊，或者是工作有变化的时候，我这个变化是啊是事实啊，但是我的意识呀，他现在已经没有能力去面对他，所以我不敢面对了啊，不敢面对，不愿意面对，不敢面对。我希望他，我想要的啊那个方向发展，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啊，这个不可能的。嗯，那这个时候呢，产生了不满啊，产生不满。嗯，一旦产生了不满以后呢，然后就这个幸福感啊就被毁掉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在这个之上的这之前的我们的所有的努力，所有的奋斗啊，那这个时候都已经是啊没有用了啊，都是没有用了。我们希望这些物质财富做一个我们的精神的啊寄托啊，但是呢就是这样的，越是这样子，我们的精神是越来越没有办法面对现实。最后啊，就是很痛苦的啊。释迦牟尼佛他知道这个道理，这个叫什么呢？释迦牟尼佛就这个叫做这个佛教里面有这个有一个名词啊，心理学啊，没有一个这种变化带来的痛苦，它没有一个俗语，没有一个规范的词汇。佛教有叫什么呢？叫变苦啊，变苦。变苦的意思就是说，他本来是啊，为了幸福就累积了这么多的这个财富啊，我们累积了庞大的财富来啊，这个来
帮助我们的精神啊，帮助我们的精神，嗯，但是在五行当中啊，把它养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啊，非常不好的这种习惯啊。那么这种人啊，发生了这种人面临啊，这个他不愿意面对的东西的时候呢，啊，这个现状给他带来的这种痛苦，比其他人啊，就是这种痛苦就大好几倍啊。普通的人他本来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物质去啊，帮助他的精神，在这个当中无形当中呢，他的精神也就逐渐的培养成什么呢？培养成比较有能力接受啊，面对现状的啊。这个佛教里面这叫做什么？这叫做随缘啊，随缘。随缘就是说我们要跟随啊因缘走，就是这个意思啊。实际上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这叫做面对现实啊，面对现实。面对现实跟我们佛教讲的随缘，就是这随就是跟随啊，跟随，嗯，跟随物质的发展的方向走啊，这叫做随缘。缘是什么？缘就是因缘啊，因缘，嗯，因缘，万事万物，它的无论是好的方面的变化和不好方面的变化，都是有因缘的啊。我们佛教讲因缘啊，不像这个不像其他的宗教啊，比如说基督教，他不会说是因缘，他说这是上帝啊，这个上帝造物主啊，万能神啊，他们的安排，嗯，他们的安排，他的设计啊，他创造的。但是佛教啊，从根本上把这种说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啊。佛教认为啊，人的这个幸福和痛苦啊和这个贫穷和富裕啊，以及这个外在的这个大自然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呢，跟任何鬼啊，任何一种神都没有关系的啊，都没有关系。那么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跟他自己的这个因缘啊有关系啊，跟鬼神是没有关系，没有一个造物主，没有一个上帝，没有一个什么，没有一个这样子主宰世界的东西，嗯，那么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主宰这个世界，没有一个这样子的创造者，那么这个世界为什么今天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呢？嗯，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他自身啊就有一种啊这个因缘啊，因缘啊，这个因缘，他把这个世界就让它变成这样子的。那这是佛教的观点啊。那么随缘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我们不要拒绝啊，不要拒绝这个现实，嗯，就是要跟着现实走，这样子的意思啊，这样意思。所以啊，我们很多人对这个佛教啊，有一种误解啊。这个误解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佛教是消极的，逃避现实的啊，等等的。其实释迦牟尼佛啊教我们的这些所有的方法，它不是逃避现实。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逃避不了的，生老病死谁能逃得了啊？生老病死这四个是人类的这个最基本的四大痛苦，这个我们能逃得了吗？不可能的啊。只有去面对啊，这没有办法逃避的，这是现实，这任何一个人都必须要经历这四个痛苦的，没有办法啊，这没有办法逃避。那释迦牟尼佛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教我们的是面对的方法啊，面对的方法。那怎么样去面对呢？嗯，面对的方法就是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提升我们的心灵啊，提升我们的心灵，嗯。我们的世俗的啊，我们世俗人，尤其是我们现代文明啊，教我们的这种生活的方式啊，生活的方式是什么呢？它不断的啊，用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刺激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物欲啊，对物质的这种欲望啊。然后呢，通过这种方法刺激了以后啊，本来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有这种这个
贪嗔痴呀，佛教讲的贪嗔痴，我们都有这种欲望，然后用这种方式去刺激的时候啊，然后我们整个人类整个社会这就变成一个物欲横流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世界。嗯，啊，这样子以后呢，人的这个啊整个的所谓的生活是什么呢？啊，就是生产和消费啊，就这两个，这是我们的生活啊，不断的生产，不断的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然后不断的去消费，不断的去消费，啊，那有些人觉得消费主义是一个通往啊幸福的一种渠道啊，通往幸福的渠道啊。啊，那么其实这个也是错误的，也不是这样子。消费可以给我们带来啊，比如说对有些某些东西对我们的感官的刺激啊，不过度的这种感官的刺激会给我们带来短暂的啊短暂的快乐感和幸福感，这一点是不会否定的，释迦牟尼佛不会否定。佛虽然说轮回痛苦啊，轮回是痛苦，但是呢他的痛苦的意思呢，他并不是说我们的这个世界是根本没有幸福的，所有都是痛苦，他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嗯，如果佛教这样子啊，这是佛教的观点的话，那么佛教一定会有一个严重的自相矛盾啊，自相矛盾啊，是什么自相矛盾呢？佛教说啊，佛教讲六道轮回啊，六道轮回，那么地狱、恶鬼啊，这个动物、畜生，这三个是前世造罪啊，前世造罪的报应啊，那样子的话，那他们是痛苦的，这个可以说得过去啊，因为就是造罪就有这样子的这个结果。嗯，但是呢，佛教就说人啊、天人啊，还有一种叫做废天，这三种生命啊，这三种生命。不是过去造罪啊，而是过去啊积德啊，积德心善。今天我们啊有这个做人的机会啊，那么我们今天做人啊，人的这个一切，人的世界、人的身体、人的生活，都既然是这个啊善的。这个报应过报的话，那么善有善报啊，报是什么呢？肯定是幸福啊。善既善的过报不可能是痛苦啊，善的过报是幸福，恶的过报才是这个痛苦。嗯，那如果我们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幸福啊，没有任何的幸福的话，那所有都是痛苦。那么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不能说是心善啊，善的过报呀，那这个就是变成了给这个。这个啊，那这个罪过的过报跟这个善的过报，那一样的痛苦的话，就没有什么分别了。嗯，所以有自相矛盾，所以不会这样子说的啊。那会怎么说呢？佛也会说，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会有幸福的啊，会有快乐的啊，这个物质啊，不过度的啊，在一定的范围内啊，去。刺激我们的感官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啊感受到啊，会感受到这个幸福和快乐啊啊。但是我们啊刚刚讲的这种物质啊，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是有一个优先的东西，优先的东西。优先的啊，这个刺激感官啊啊，感官了以后呢，我们会感觉到一种这个幸福感、快乐感啊，幸福和快乐啊。快乐是什么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或者是我们的五种感官啊，通过感官这五种感官刺激所获得的这种感受啊，叫做快乐。叫做快乐，不叫幸福，叫做快乐。嗯，然后呢，我们的意识啊，感觉到啊舒服啊，感觉到快乐的这种感受，叫做幸福啊，这个叫做幸福。嗯，那这样子以后呢，物质啊
给我们带来的啊，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心腹啊，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心腹的总数里面呢，占多少呢？啊，就这个有科学的数据啊，只有10%到15%啊，10%到15%，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心腹干啊当中啊，快乐和幸福当中，只有10%是无知给我们带来的啊。只有最多就是15%，15%是物质给我们带来的。嗯，那么除了15%以外的85%啊，它不是啊物质带来的啊，它不是物质的啊。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再倒过来反过来说的话，如果我们只有我们只追求啊，只追求物质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多顶多也就只能感受到15%的啊，我们只能拥有15%的幸福感。嗯，那么85%的幸福感呢，它是不是来自于物质啊？那我们这个寻找幸福的方式呢？只有物质啊，没有别的啊，没有别的，所以85%的幸福是我们得不到的啊，我们能够得到的只有10%到15%啊，85%到90%的这个幸福是我们得不到。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我们没有获得这种幸福的方法，我们没有这种方法。嗯。为什么没有方法呢？因为我们去追求物质的这个所有的方法，就是物质的享受啊，物质对我们感官的刺激。除了这个以外的，我们没有去考虑啊，这样子的话就得不到这些心腹啊。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心腹是很小很小一块啊，而且这种心腹呢，这种心腹也就是啊。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啊，短暂的，嗯，为什么是短暂呢？嗯，就是我们对某一个物质对我们啊的感官啊能够刺激，而且可以这个带来这个快乐啊或者幸福的感受，它需要什么样的前提的条件呢？啊，它的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嗯，这个我们可能很多人也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这个佛教里面会讲的啊。还有这个心理学，他有些时候也会思考这个问题啊，尤其是佛教，他非常的透彻的去分析这个问题啊。那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嗯，前提的条件必须这我们的这个感官，我们的意识必须对这个物质有新鲜感才可以的啊，必须要有新鲜感。嗯，但是呢。对物质对感官的刺激啊，对感官的刺激过度了以后呢，这种新鲜感是不会保持，没有办法保持的啊。这个只有短暂的时间当中才有新鲜感，然后这个过了以后呢，啊，就是失去新鲜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审美疲劳啊，审美疲劳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对。某一个东西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东西有一点点新鲜感，嗯，啊，有新鲜感的时候，这个物质来感官我们的来刺激我们的感官的时候呢，然后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点的这个满足感。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有我们对它有新鲜感呢，所以对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满足感啊，这个当中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满足感的基础是什么？是新鲜感，啊，新鲜感，嗯，然后呢，有了满足感以后呢，它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可以产生啊幸福感啊，所以这三个新鲜感啊、满足感、幸福感这三种不同的感受啊，不同的感受。是因果，这叫做这个佛教就叫这个叫做因果啊，因果啊，这个有了新鲜感啊，就在新鲜感的基础上会产生啊满足感，我比较满足这东西啊，我满足了以后呢，它才能够给我带来这种幸福感啊，但是呢，
幸福感的最基础的感受就是这个新鲜感了、啊。那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物质永远给我们带来新鲜感的这样子的物质，这个是没有的啊。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从来一辈子都不会遇到一个这样子的物质的东西啊。精神上是有的，有一些精神上的感受啊，有一些精神上的价值，它永远都会给我们带来满足，会永远都给我们带来新鲜，会有的，精神上是有的，精神的领域当中会有这样子的东西，但是这个物质的领域当中呢，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它本身是不存在的，所有的啊，所有的物质，这个对我们的感官这种刺激多了以后呢，一开始是啊新鲜感啊，快乐的感受。然后慢慢的没有感受，最后不但是没有感受，而且这个时候去刺激这种感官的话，然后就是会然后就是这个相反的是什么呢？就是反感啊，反感。我们很多人有些时候说这个房子住腻了，这个东西吃腻了会怎么说啊？为什么吃腻了？什么叫吃腻了呢？一开始的时候就吃腻了吗？没有，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很好吃啊，但是每天都吃的话，那就是吃腻了啊。这个就是从哲学的方法去分析什么叫做吃腻了啊。那这个就是很简单了，这就是开始的时候，第一天吃的时候呢，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有新鲜感，它来刺激我的感官，然后我在这个当中可以感觉到新鲜感啊，然后慢慢的啊，刺激的这个次数多了以后呢，在我的内心世界当中，对这个东西失去了新鲜感啊，这个时候这东西还继续去这个刺激的话，然后是没有感觉了。没有感觉的时候再去这个刺激的话，第三个阶段是什么？第三个阶段就是反感啊，反感这样子的啊。任何一个物质的东西都是这样子啊，但是这一点我们没有去考虑这个问题，这是我们的心灵的变化的过程呢，这个跟任何宗教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不是佛教啊？这不是佛教，这是我们的内心的变化的过程，这不叫佛教啊。但是呢，佛教它用佛陀的智慧去分析这个自然的变化，它会告诉我们，你一定要知道啊，你的这个意识的变化的过程或者它的变化或它的发展的趋势是这样子，他会告诉我们的啊，他只是他告诉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变化而已。实际上，这是我自己的心灵的变化，这不是佛教，这个不叫佛教啊。所以，我们比如说没有学佛的人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当中，有可能是有些人是根本没有信仰的啊。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呀，有信仰也是很好的，没有信仰也是没有问题的啊。有信仰没有信仰是个人的这个信仰问题，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是，无论是有信仰的人啊，如果他修心修得很高，把这些我们常人的这些所有的规律都突破了、大破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对他来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分析是不对的啊，他的内心的世界是不是这样子的？他的规律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当中啊，他虽然是学佛了，他虽然有信仰，但是他的修心啊的这个层次没有那么高的话，那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都一样的啊。那么学基督的啊，学伊斯兰教的，或者是无神论者啊，那他们的信仰不一样，但是呢，内心的这种变化啊，都是一样，都是人呢 啊，都是这个变化的方向、变化的规律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去听啊，可以去学，然后呢也去可以去啊，可以去这个我们到时候这种方法大家都可以去用啊，这样子的。首先要知道啊，我们为什么要提升啊这个心灵啊，这个原因这个很清楚啊，
这个很重要啊。我们今天是在讲这个提升心灵的方法。首先我们要知道我的心灵为什么要提升呢？什么我的心灵怎么跟不上什么东西啊？如果跟得上啊，那我就不需要提升了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啊这个心灵实际上它真的跟不上啊某一个东西的发展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所得到的这个资源啊，我们比如说一个人通过他的通过他的这个能力所得到的这个资源啊，是至少我们普通人啊，我们普通人是跟不上我自己的内心的需求的。那这个是永远跟不上的。这就是说我们的意识，我们的意识的需求是什么样子呢？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跑步机一样就像一个跑步机。然后在这个跑步机一跑一转起来了以后呢，我们的速度必须要，我们的脚步的速度必须要跟上啊，要跟上，要协调这个的速度，这个跑步机的速度啊。如果我们的脚步跟不上这个跑步机的速度，那就会摔倒的啊，会受伤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意识的需求啊，意识的需求，它是完全是可以无限的可以膨胀啊。就像我们今天啊，20%的人他会掌握80%的这个财富啊。那么这些人其实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呢，实际上是已经远远超出了他需要的东西了，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东西。他不需要的，但是他不需要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他的肉体不需要这么多东西的啊，但是他的精神是需要的，还不够的啊，还不够的。因为他觉得还不够，所以他还在赚钱呢，他还在努力啊，他还在奋斗啊。很多人也是这样子，除了这个企业家当中的个别的慈善家以外啊，慈善家以外，其他的人的心灵的需求是比如说一个人拥有全世界的这个财富他还觉得不够，他要去到其他的星球去发展啊，他要去这个，他需要这个用其他星球的这个资源啊，他的内心是需要的。但是他的肉体他能吃这么多吗？他能用这么多吗？他也能穿这么多？他的肉体是不需要不需要。但是我们如果要满足如果要满足我们的意识的需求的话，那这个人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人最后是一个失败者最后是一个失败者。他目前拥有再多的金钱也好，最后他是从他自己的需求来说，他一定是会是一个失败者。为什么呢？他到死的时候，走到生命的最后的时候，他还没有满足他还没有满足，他对他的生命对这个社会，对生活有很多的不满有很多的这种抱怨，在这种不满和抱怨的心态当中，他会离开这个世界。那我们的这个意识的需求就像是一个高速运转的这个跑步机然后我们所能够赚到的钱，或者是我们的努力就像是我们的脚步的这个这个速度一样。那这个高速的这个跑步机呢，它是越转越快，越转越快那我们的这个脚步它不可能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它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总有一天我们的脚步的速度跟不上这个跑步机总有一天是跟不上，因为它越转越快的。这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意识的需求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我们所拥有的或者是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是有限的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提升自己的这个意识原因就是这样子我在这个之前说这么多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提升我们的这个
意识的级别呢？啊，原因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意识的级别如果不提升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一切的努力、一切的奋斗是跟不上他的这个需求啊。那跟不上了又怎么样呢？啊，这个跟不上就叫做不满啊，这叫做不满啊。我所得到的东西啊，跟不上我想要的啊，这个水平这个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是我不满了啊，没有满足感啊，我想要的东西我没有得到，所以我不满。嗯，然后虽然我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呢我还想要拥有其他的东西啊，那这个我没有得到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啊没有这个满足感啊，没有满足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啊就产生什么，产生这个不满啊，抱怨啊，仇恨啊，然后是痛苦啊，然后就是痛苦。嗯，所以无知我们可以这么说啊，无知我们不能没有无知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无知，我们需要无知的。嗯，但是呢无知不是物质生活，不是我们唯一的生活啊，唯一的生活啊，我们需要这个得到这个幸福的话，需不需要物质呢？需要物质啊，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任何，不用吃不用穿，没吃没穿我们也会幸福吗？不会的啊，需要的。但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啊，物质它不是唯一的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嗯，也就是说物质不是唯一的方法啊，除了物质以外还有物质，只是说只有10%到15%的啊，就是跟物质有关系，其他都是没有关系。所以现在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我们能做到是什么呢？就是要提升我们自己的心灵啊，就是这个原因。这是第一个。比如说我们一个不学佛的人啊，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他也想过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啊人生啊。我觉得比如说唯物主义啊，比如说这个无神论还可以接受，比如说唯物论者啊，那么他是不承认下意识的啊。那么不承认下，如果你人没有下意识的话，那么就只有这啊，只有眼前的就这么一点啊。那么你应该更加的去努力去寻求幸福呀？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这么短短一间啊，这么短短的一个时间，这个时间当中，如果你不幸福的话，那就是以后就是没有任何的希望了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应该更加的去重视幸福啊，重视幸福。嗯，啊，如果我们啊有这种这个轮回的观念的人来说呢，那还可以好接受。为什么呢？我这一生啊不怎么幸福，但是呢我愿意啊，为了我以后的这个幸福，我可以我愿意牺牲啊一点点啊眼前的这个幸福。这个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自然的现象。比如说我们每一年都去买很多很多的保险啊，买很多的保险，我们买保险的这个钱我们现在当下去用的话也是很好的呀，但是我们不用，为什么呢？我就愿意牺牲啊，当下用这个钱去买什么东西啊，我可以牺牲啊，为什么？就是未来的啊，未来的这个幸福啊，安全啊，我可以牺牲一点这一点啊。那有轮回的观念的人呢，有这样；那没有轮回观念呢，根本就没有这种观念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应该更加的去追求幸福啊。那么幸福，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是科学家说的啊，有科学的这个研究的数据，物质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只有百分之这个10%到15%。这个意思就是说啊，更准确一点的说的话，那么我们只懂得通过物质来感官我们的刺激，从中获得的这个追求啊，这个幸福，只懂得拥有这种幸福的话，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只能获得人类的这个整个幸福当中的10%
啊，其他都是跟你没有关系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嗯，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这个啊，提高我们的这个这个意识心灵的级别啊，这个就是说一个根本不学佛、没有任何信仰的人来说，那他这个也是需要，对他们来说更加需要呀 啊。如果是学佛啊，如果是学佛的人，那他是为更需要这个提升啊，他的心灵，嗯。但是他的心灵为什么要提升呢？他的原因啊，他的这个目标不是为了眼前的幸福，而是超越啊，或者是突破啊眼前的和未来的所有的幸福和不幸福。嗯，为什么啊？不幸福我们要超越突破，这个可以理解啊。但是幸福也得要突破吗？为什么要突破呢？嗯。就是我们眼前的或者是通过刺激感官所得到的这种快乐呢，实际上这种快乐当中有很多不快乐的东西啊，然后这种快乐呢是一种相对的这个快乐，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幸福，而是一个相对的幸福，相对的快乐，这个快乐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快乐的东西啊，不快乐的东西，比如说婚姻、感情、工作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东西啊，在我们世俗人的眼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些东西啊。为什么我们这么看重这些东西呢？我们以为啊，这些东西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啊，实际上金钱呐、婚姻呐 啊等等，会给我们普通人会给带来一些幸福和快乐啊，但是呢，这个当中也有掺杂了很多很多不幸福的啊、不快乐的东西也在这个里面，所以它不是一个纯洁的、一个绝对的幸福。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也得要突破。嗯，如果你想拥有一个绝对的幸福啊，绝对的幸福，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轮回当中的这些所有东西突破了以后，才能有啊绝对的幸福啊。那我们如果是一个学佛的人，那就是这个他也更加需要啊这个提高我们的这个心灵啊。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多年一别真人本事金格南极王龙这八这边做连着瓦住而说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格的把马色的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达到无我的空性，达到慈悲利益众生，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三宝。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舍利为梵语，即以古之意。《大般若涅槃经》云，若见如来舍利，即是见佛。见到佛陀舍利时，不须生疑，以清净正念感念佛恩，则得佛力加持功德。舍利是由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功德熏修而成，具足无漏功德，可为人天表率。佛陀虽是涅槃，能悲悯众生，使舍利留步世间，供人瞻仰供奉，发心向善。佛经记载，众生今世得供养佛舍利，
即得以下功德：一、远离八难，不堕三途；二、世世出生富贵之家；三、增福增慧，可证得阿罗汉果；四、精进修行，往生净土有份；五、于未来世可当摄天王、梵天王或转轮圣王；六、值遇诸佛，令出离生死。舍利注释：让我们能意念佛陀恩德，更对佛法生大喜。